哎，小乔，你丝袜坏了，他怎么又来了？你妈？你等我会儿啊。妈，你来干啥呀？妈还是不放心。我上班了，你有啥不放心的？我得看看你哪个同志适合你，你别选错了。你儿子啥实力？还选上了？妈看人呀，一看一准儿。你可别看了，你要看回家看，你打扰工作了，你说。哎，我妈在家闲着没事儿，瞎溜达。人呢？我让她回家了。行，那我先回去工作了啊。对。妈，你咋还没走？你咋进来的？这前台不错。哦，这个就不错了。个儿高，遗传基因好。哦，这就是你说的看人准，这太表面了吧？跟你说话轻声细语的，性格也好啊。妈，你听我的，你先回家，有啥事儿啊？咱晚上回家再探讨。哎，休息呢？喝咖啡吗？喝一口。哎，你怎么还没走呢？这个不错，真有气质。我看出来了吗？你就会看外表是吧？这个多好看呀，配不上你呀。能，我先不跟你说了啊，老板叫我。老板，你找我呀？去帮我拍车。好。妈，你对我公司地形还挺熟啊。哎，你们老板不错。又不错了？有钱，女强人，未来不用愁。啊，现在不看长相，看未来了。北京人，孩子户口好落。跟你说不明白。哎，你怎么才回来？我被绊住了。绊住？被现实绊住了。回来再跟你说，我先去上个厕所。你先别说话，这个也好是吧？一脸浮相啊，又看上面相了。你还没走呢？妈问完了。问啥？你问啥呀？问你那些女同事。你问啥？问他们谁愿意当你女朋友？退休生活太闲是吧？都咋回答的呀？都愿意。都愿意。都愿意。你。还得是我妈呀。行了，妈回去了，你选哪个呀？妈都同意。